主料，鸡蛋两个，花蛤十个，辅料，盐三克，料酒二分之一勺，姜片两片，葱一根，植物油一勺，生鱼豉油二分之一勺，胡椒粉一克。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准备食材，花蛤放在盐水浸泡半天，洗净，把花蛤用水煮开，捞出，水别倒掉，把蛋打匀，放些盐、料酒、生姜水、葱花、胡椒粉、植物油，煮花蛤的水，搅拌均匀，隔水蒸五分钟左右，放下花蛤，再蒸三分钟左右，倒些蒸鱼豉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直接把姜片放入也可以，没有蒸鱼豉油，放些稠酱油也可以，放些煮花蛤的水，很鲜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